对啊，很开心有机会跟铁马的兄弟姊妹一起去拍摄，就是唐诗韵啊，还有就是极限啊，都蛮开心的，跟他们很久没有跟他们极限很久没有跟他拍戏了，唐诗韵都算是我近这两年的一个好拍档。对，还有就是有陈山聪啦，对，他是一个我很欣赏的一个演员，但是我跟他没有太多合作的机会，那我会好好珍惜这一次。